学长，要不要吃个海蛎仔？嗯，这还是麻辣味的。我最近呀、太烦了，我这英语一直学不好，四级一直过不掉。英语嘛，太简单了，就是多看。就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哈姆雷特，看没翻译的那种。大一英语就过了四级，大二英语就过了六级，大三英语就过了八级，大四英语十级都过了。你很厉害了，学长。英语还有十级？这有的嘛，太难了。就我跟你说，外国人都不一定考得过。嗯，你想，哎，亲爱的，Excuse me, can you help me, please? Yes, I'm okay. 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me and send it to me by WhatsApp? Yes, okay. 学长，他说什么？他干嘛呢？他还说要搁这健身，你看这，都准备引体向上嘛。他呀是让你给他拍个照，然后微信发给他。要你说，我听得懂。拍那个健身照。Take a good one for me, please. 他是让你也给他拍好看一点。就你话多，我不知道吗？我英语过十级。皮个色儿，我有趣一点。拍的不错，谢谢刚。你会说中文呢？你不会说英语才算呢。你看，你十级已经。这是不用忘了读。咻咻咻咻咻咻！短。陈翔六点半。